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HSK 三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40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，好吗？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，好吗？现在开始第1-5题。一，熊猫的眼睛是黑色的，耳朵也是黑色的。是，它真可爱，可爱极了。熊猫的眼睛是黑色的，耳朵也是黑色的。是，它真可爱，可爱极了。二，你早饭一般吃什么？鸡蛋、面包，再喝一杯牛奶。你呢？你早饭一般吃什么？鸡蛋、面包，再喝一杯牛奶。你呢？三，真奇怪，我几乎每天都去跑步，怎么更胖了？没关系，身体健康就好。真奇怪，我几乎每天都去跑步，怎么更胖了？没关系，身体健康就好。四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明天要不要参加那个会议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明天要不要参加那个会议。五，我的电脑突然不能上网了，是不是又坏了？别担心，我来看看。应该不是电脑的问题。我的电脑突然不能上网了，是不是又坏了？别担心，我来看看。应该不是电脑的问题。现在开始第6-10题。六，这些旧报纸你要搬哪儿去？要我帮忙吗？谢谢，不用了，我把它放桌子上就可以了。这些旧报纸你要搬哪儿去？要我帮忙吗？谢谢，不用了，我把它放桌子上就可以了。七，我做饭，你洗盘子和碗，怎么样？那还是我做饭吧，
我愿意做饭。我做饭，你洗盘子和碗，怎么样？那还是我做饭吧。我愿意做饭。八，现在已经差一刻九点了，你上班迟到了。对不起，我下次一定注意。现在已经差一刻九点了，你上班迟到了。对不起，我下次一定注意。九，中间这个是我。你们三个太像了，要认出来还真有点难。中间这个是我。你们三个太像了，要认出来还真有点难。十，你把护照放行李箱里了？没有，在我包里呢，这样方便拿。你把护照放行李箱里了？没有，在我包里呢，这样方便拿。第二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，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，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十一，同学们，谁能告诉我黑板上的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？他在请人回答问题。同学们，谁能告诉我黑板上的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？他在请人回答问题。十二，我有一个邻居，他在我们那儿很有名，他冬天也用冷水洗澡。天天用冷水洗脸洗脚，他说这样可以使身体更健康。邻居认为洗冷水澡好。我有一个邻居，他在我们那儿很有名，他冬天也用冷水洗澡。天天用冷水洗脸洗脚，他说这样可以使身体更健康。邻居认为
洗冷水澡好。十三，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，小时候几乎每天都要看《动物世界》这个节目。看这个节目让我认识了很多动物。他害怕小动物。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，小时候几乎每天都要看《动物世界》这个节目。看这个节目让我认识了很多动物。他害怕小动物。十四，小天，把游戏的声音关小一点儿，你姐姐快考试了，在房间里复习呢。小天在玩游戏。小天，把游戏的声音关小一点儿，你姐姐快考试了，在房间里复习呢。小天在玩游戏。十五，上下班的时候我都会经过这条街，街道两边的树还有树上的小鸟会使我觉得很快乐。那条街让他很快乐。上下班的时候我都会经过这条街，街道两边的树还有树上的小鸟会使我觉得很快乐。那条街让他很快乐。十六，小李去机场接客人了，现在正送客人去宾馆。你先在办公室等一会儿，他马上就回来了。小李没接到客人。小李去机场接客人了，现在正送客人去宾馆。你先在办公室等一会儿，他马上就回来了。小李没接到客人。十七，我学习汉语一年多了，水平一般，我能听懂中国人说的一些简单的句子，也可以说一点儿。我相信明年我一定可以说得更好。他的汉语水平很高。我学习汉语一年多了，水平一般，我能听懂中国人说的一些简单的句子，也可以说一点儿。我相信明年我一定可以说得更好。他的汉语水平很高。十八，开始的时候世界上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。路是人走出来的。开始的时候世界上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。路是人走出来的。十九，请您在这儿
写一下您的电子信箱和电话。我们最晚星期五会给您写邮件或者打电话。今天是星期五。请您在这儿写一下您的电子信箱和电话。我们最晚星期五会给您写邮件或者打电话。今天是星期五。二十。小王这个人很聪明，学东西非常快，特别是对那些他感兴趣的事，一学就会。小王学东西很慢。小王这个人很聪明，学东西非常快，特别是对那些他感兴趣的事，一学就会。小王学东西很慢。第三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。二十一。已经快十二点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我还有点事没做完，你们先去，我一会儿就来。男的为什么现在不去吃饭？已经快十二点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我还有点事没做完，你们先去，我一会儿就来。男的为什么现在不去吃饭？二十二。我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同学。现在是这个学校的校长。不用介绍了，我们以前就认识。那个同学现在是做什么的？我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同学。现在是这个学校的校长。不用介绍了，我们以前就认识。那个同学现在是做什么的？二十三。电梯怎么还没来？现在是下班时间，人比较多，我们走楼梯吧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电梯怎么还没来？现在是下班时间，人比较多，我们走楼梯吧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二十四。
阿姨，圆圆在家吗？不在，她爷爷带她去公园玩了。圆圆和谁出去了？阿姨，圆圆在家吗？不在，她爷爷带她去公园玩了。圆圆和谁出去了？25。爸，外面冷不冷？不是很冷，但风特别大。你出门要多穿点衣服。外面天气怎么样？爸，外面冷不冷？不是很冷，但风特别大。你出门要多穿点衣服。外面天气怎么样？26。王东怎么还没到？就差他一个人了。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了。他说去教室拿个东西，马上就来。关于王东，可以知道什么？王东怎么还没到？就差他一个人了。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了，他说去教室拿个东西，马上就来。关于王东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7。我手机里的照片怎么没了？我没动你的手机，你问问别人吧。男的是什么意思？我手机里的照片怎么没了？我没动你的手机，你问问别人吧。男的是什么意思？28。妈，您帮我看看，几点了？差一刻5点。你又要去打篮球吗？现在几点了？妈，您帮我看看，几点了？差一刻5点。你又要去打篮球吗？现在几点了？29。这个西瓜不太甜。现在还没到季节，夏天的西瓜才好吃。女的觉得那个西瓜怎么样？这个西瓜不太甜。现在还没到季节，夏天的西瓜才好吃。女的觉得那个西瓜怎么样？30。等一会儿你离开教室的时候，记得把灯关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明天见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等一会儿你离开教室的时候，
记得把灯关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明天见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第四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3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3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现在开始第31题。31，我们是不是走错了？有可能。这条街我们走过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离宾馆越来越远了。别着急，我们问问别人。他们遇到什么问题了？我们是不是走错了？有可能。这条街我们走过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离宾馆越来越远了。别着急，我们问问别人。他们遇到什么问题了？32，小王，你怎么买了这么多铅笔？这是为我儿子买的，他最近在学画画。那他喜欢画什么呀？最爱画小动物，小狗、小猫、小鱼什么的。关于小王的儿子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小王，你怎么买了这么多铅笔？这是为我儿子买的，他最近在学画画。那他喜欢画什么呀？最爱画小动物，小狗、小猫、小鱼什么的。关于小王的儿子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3，怎么还不起床？都8点了。我还是觉得有些累，头也很疼。你是不是感冒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女的怎么了？怎么还不起床？都8点了。我还是觉得有些累，头也很疼。你是不是感冒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女的怎么了？34，您对这个房子还满意吗？别的都不错。就是没电梯，6层高了点儿。3楼还有一个这样的房子，
但要贵十几万块钱。没关系，我们去看看三层那个吧。男的觉得那个房子怎么样？您对这个房子还满意吗？别的都不错，就是没电梯，六层高了点儿。三楼还有一个这样的房子，但要贵十几万块钱。没关系，我们去看看三层那个吧。男的觉得那个房子怎么样？35。我喜欢吃这种面包。好吃吗？怎么卖？6.5一个，很好吃。那我们先买四个吧。面包多少钱一个？我喜欢吃这种面包。好吃吗？怎么卖？6.5一个，很好吃。那我们先买四个吧。面包多少钱一个？36。您妻子找到工作了吗？还没呢，离开学校后这段时间他在家里休息。如果他愿意，欢迎他来我的公司工作。谢谢你，我回去就告诉他。关于他妻子，可以知道什么？您妻子找到工作了吗？还没呢，离开学校后，这段时间他在家里休息。如果他愿意，欢迎他来我的公司工作。谢谢你，我回去就告诉他。关于他妻子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7。我家花园里的茶花终于开了。是吗？哪天去你家看看？可以呀，明天或者后天我都有时间。那就后天吧，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。女的后天要做什么？我家花园里的茶花终于开了。是吗？哪天去你家看看？可以呀，明天或者后天我都有时间。那就后天吧，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。女的后天要做什么？38。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有字典，你自己查一下吧。你的字典在哪儿呢？那儿，看见了吗？中间红色的那本。字典在哪儿呢？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有字典，你自己查一下吧。你的字典在哪儿呢？那儿，看见了吗？中间红色的那本。字典在哪儿呢？39。昨晚的电影怎么样？很好看，很有意思。是吗？
那有时间我也去看看。我听说明天老白他们去看，你跟他们一起去。女的觉得那个电影怎么样？昨晚的电影怎么样？很好看，很有意思。是吗？那有时间我也去看看。我听说明天老白他们去看，你跟他们一起去。女的觉得那个电影怎么样？四十，我点了一个鱼，一个羊肉，你再点两个。不用了，我看可以了。别客气，给你菜单。那我再点个面吧，这个饭馆的鸡蛋面很有名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我点了一个鱼，一个羊肉，你再点两个。不用了，我看可以了。别客气，给你菜单。那我再点个面吧，这个饭馆的鸡蛋面很有名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